这一切都是我的。都是我的。杀了他。杀杀。
先救人呢。阿生哥，真的不跟我回家吧？我的家在那边。挪过去！啊！佳儿，小心点！都说这森林里隐藏着各种神秘，看来似眼非虚啊。佳儿，谢谢。你想做什么？那是什么东西？是谁捕的狮鹫？快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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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保护大顺！Thank you.
什么？我不能容忍你！说的没错，我就是不想活了，我要拉着你们给我垫背。上那追张兄弟，对不住了，您这是何必呢？要想活命就往那边走啊，别犹豫了，走走啊，师父走啊，不行，走啊。江江儿，那边小心小心。这儿呢，死老大，本帅对你仁慈，不杀你，你还把本帅带到黄泉路上？看起来，老天也不肯收我。你们放开我爹！接着，这儿，嘉儿。做件好事，送你们一起死。保护大帅！你太慢了。阿胜哥还活着，我找到他了。
对得起他们了。